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100米直道赛的压轴大戏，职业男子100米直道赛的决赛啊，决出1到6名。顺德勒童罗浮宫选择了在一道啊。顺德勒童罗浮宫的1道，2道是小金口创宇，3道顺德大梁苏港，4道名门世家九江，5道这个顺德信坛高新，6道是浩翔园龙江。60队伍全部来自于广东，60队伍也全部来自于佛山。嗯，没错，这就说明我们广东佛山地区的这个龙舟啊，它是确实是普及，而且实力强，职业化的程度也高。还真是村村有队伍，家家有队员。嗯，在广东顺德这个还有村际龙舟赛，就是说村村有队伍，真没错。完了就组织了村际，不是国际，是村际龙舟赛。龙舟的氛围相当好，嗯，而且这块土壤长出来的这些队员们个个都行。我们看比赛开始，哇，启航这边1、2、4道的启航都比较好，尤其是1、4道，顺德勒童罗浮宫和名门世家九江这边的启航状态相当的出色，顺德勒童罗浮宫把桨架的节奏带得非常快，启航之后的滑行效果太好了，最后阶段冲刺名门世家九江在努力的往上上，但是顺德勒童罗浮宫丝毫不给机会啊。对，不可能给机会。但是100米顺德勒童罗浮宫很强，但最后阶段还是有一点点掉船速。我们看周贵超这边跟领奖手在交流，嗯，可能是对这比赛还不是特别满意啊，而且觉得这组比赛的话呢确实还有点悬。嗯，对于顺德勒童罗浮宫，那么九江啊他们也是在挑他，但是最终还差一点。还有职业男子100米的所有的颁奖仪式，请大家把所有的目光转移到我们的主席台，谢谢。应该还是顺德勒童罗浮宫啊，力压名门世家九江，获得了100米赛程的冠军啊。